有甜点吗？你也要做甜点吗？我先把我的第一个甜品做出来。冷水煮汤圆。那烧开了不就是热水了吗？你想说可以做个蛋挞什么的？不行，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。所以我，你觉得我？你不能美丽。哎，你们这儿有鸡蛋吗？鸡蛋有吧？我觉得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拿了一些做椰子蛋挞的材料。我想不是在海南吗？海南它是不是椰子特色？你觉得您是什么表情？你就怕我失败是吗？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是不相信我是吗？那你告诉我鸡蛋在哪儿？我自己研究研究椰子。没有鸡蛋。没有鸡蛋。没有。We don't have eggs。我不相信没有鸡蛋。怎么可能没有鸡蛋？天哪，他们为什么要把鸡蛋藏起来？鸡蛋在哪里？我。晶晶。耶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来称量。牛奶250克，白糖50克，黄油30克，隔水热。还有我的蛋挞皮，665克。哇哦，好多椰蓉哦。叮叮，哈，我的小宝宝们，希望可以成功。小鸡宝宝们，OK 了 ，Hello， 哦，哎，闻起来不错。就先自己鉴别一下。此时如果有一杯咖啡，就完美了。除了甜度差一点之外，其他还是可以的。我的天哪，太厉害了吧！哟，蛋挞啊，谁买的？白冰做的。哦，哇塞，太香了，对吧？是，我知道，我闻了半天了。他刚才问我，他说家里有没有鸡蛋，我说没有。他说你不让他动。对，因为。嗨嗨嗨， hi. 白冰姐姐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用干。不是不是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尝一下。我是很不爱吃甜食的人。我想吃一个满的。你尝一个。我想吃个满的。哎呀，这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们要不要尝一下海南的风格？先不说，谢谢。咱们实话实说啊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谢谢。谢谢。椰子味，我觉得甜度差了一点，我觉得还可以加个15-20克白糖。
甜度可以，甜度可以，不可以吗？完全可以，完全可以，不用加糖了。你吓死我，我以为你不好吃，你半天都不说话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，我刚才只是觉得太好吃了。那么呢？这个团队真的需要女孩子。哎，这个就全票通过了。再续前缘。